收到啦，哥。哎呀！又攞唔到分，算啦，我哋有翻对策先得啦。你好，嘉乐你好，你好你好，咁啊好多谢两位嚟参加呢个比赛啦。咁因为要打羽毛球打赢伍家朗咧，系冇乜可能嘅。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有特别规则，而嘉朗你喺第一局咧系唔会知道规则，需要自己估嘅。考埋我阅读球赛嘅能力噶咯。冇错。好，多谢噶。聽講話有啲特別嘅規矩係專係防我喎，所以而家我腦都攞攞亂啊！我通常打比賽係要有少少緊張先發揮得好啊嘛，而家啱啱好係呢、這個心態，所以我相信一陣間可以打贏 Sherry。Three, two, one, go！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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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俾 Sherry 攞一分。A few moments later. 哎呀！又攞唔到分。哎呀，咁都得嘅？Yes, yes， 我贏咗呢個 game 咯，呢一局我得勝。Yeah。打完第一彎，咁啊，嘉朗估唔估到個規則係咩咧？我記得我攞分嗰兩分都係有用左手打嘅，但係咧，第又有一分咧，我有用左手打，但係又攞唔到分喎，我真係冇頭水啊！製作組要我戴咗副咁嘅眼鏡，其實我係睇唔到邊個打贏，我只係聽聲嘅，聽聲即係我要 push 咁樣。係啦，你嗌 yes 啊 ，oh no 啊，哎呀，咁樣都係有分的。哦，即係要同我平時比賽嘅風格有唔同。冇錯啦。好。Three, two, one, go！ 哎呀！嗌都嗌得慢咗。有啲人咧好奇怪噶。佢未必真係好好波，但佢又見你又見到佢好享受個球賽嘅喎。我睇你打波，你好好笑噶嘛。你永遠都好似憂國憂民，先天下之憂而憂咁嘅樣。你冇乜表情嘅，好 poker face 嘅。咁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其中嘅一種我嘅戰術啦。就係我點解要咁 poker face 咧？就係我唔想俾對手睇到我嘅。嗰、那個情緒嘅流露咯，咁譬如如果我一失一球波，我就抌曬地啊，跟住個樣，哎呀，嗰啲，咁對手就知啊，你一定好慌啦而家，咁我就唔想俾對手咁容易睇穿我嘅心咯，咁同埋我細個其實都唔知道你有冇聽過陶飛克啦。陶飛係我欣賞印尼球手嚟嘅，係非常欣賞。佢就係林丹、李宗偉之前嘅一個天王嚟嘅，係啊係啊。咁佢打波其實都係。一路好冷靜嘅個表情，咁細個就睇佢好多嘅比賽啦，咁我就覺得，咦佢咁樣咁冷面殺手，好似幾好用喎，咁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多嘢就係都係一個迷思啊，好多人會當佢好掌握一個行業或者某一類人嘅一啲特質，係啦，運動員大家都知道佢訓練一定好艱苦。他哋面對的挑戰是每日都有，咁我就覺得呢個你入面自己一定有句嘢同自己講住嘅，如果唔係去唔到嗰度噶嘛。係，咁其實
我就覺得你啱啱講得好啱嘅，話偷懶呢啲其實呃到自己嘅啫。咁你到真係比賽嘅時候就會反映曬出嚟啦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譬如練波練體能啦，最怕練體能嘅。咁但係係啊，練體能辛苦啊嘛。咁到好辛苦嘅時候，我又會不斷提醒自己，即係可能我都有會有一刻我想不如偷下雞啦咁。跟住我就會同自己講，就話你諗下到可能世界第一嗰個桃田圓豆。而家望住你喎，咁就一路諗啲比我更加強嘅一啲球手嘅例子出嚟，咁就等我自己可以警惕住自己咯。即係你係咪要追佢先？你唔追佢，你咪偷咯。你要追嘅話，你一定要堅持落去啊。咁樣咁樣鼓勵自己咯。你講你係悲劇英雄，佢先係真係悲劇英雄。我自然覺得喺林丹後林丹時代，其實世界嗰、那個大家都要揾你邊個係新霸主之嗰啲咧。哇，仲唔係佢？我都係咁諗啦，大家都望住佢噶啦。係啊，係咪？佢其實奧運之前一定係奪冠嘅大熱啦，但係偏偏就係奧運前一兩年佢又中咗 COVID 啦，跟住又車禍啊，跟住可能上屆奧運本來都已經好大機會，但係又偏偏停賽喎。咁我自己其實輸咗場波之後，我都一定好唔開心啦，奧運。咁但係諗翻轉頭，一定呢個世界上有人仲慘過我噶嘛？就係世界第一啦！就係因為佢就係正正嘅，我輸完場波之後，過咗唔夠一個鐘，又到佢都輸埋嗰場波。咁對比起上嚟，可能話唔定佢承受嘅痛苦仲大過我都未定，所以我自己就都有少少咁樣安慰自己咯，即係我永遠唔係世界上最慘嗰個咯。係咯，都只能夠咁啊，所以俾少時間我都應該 OK 嘅咁。喺你啦，你嗰日嗰場比賽，你自己服唔服氣啊？我就會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咯。雖然贏輸就呢啲就後話啦。咁因為對手嗰日其實都真係超水準發揮嘅，大家睇到佢本身我又未同佢對過啦，跟住所以都好唔適應佢嘅打法嘅。咁再加上人哋發揮咗可能有 85%， 跟住我自己就得 60-70%， 我自己都祝福佢嘅，希望，因為我翻到香港隔離嘅時候，我有睇佢四強嘅直播啦，咁我都好希望佢係繼續打贏埋入埋決賽，甚至攞埋冠軍就最好啦。嗱，我自己由細睇大啦，睇任何一種比賽，其實去到頂尖，即世界最頂尖嗰陣人咧，佢哋個落差唔會太大嘅啫。真係都係爭兩分嘅兩分波，即係我當佢一檔打羽毛球就嗰兩分波。其實我覺得打到佢嗰個水平，有時睇落咧就好似21-19或者19-21，你贏或者我贏嘅話，其實睇落好似係爭少少，覺得一個球員同第二個球員可以打到咁問題，係咪水平係好接近喎？但其實你贏21-19同輸21-19都可以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因為就係最後嗰兩分其實就對一個高手或者低手嚟講咧，係低手真係要攞嗰兩分係真係好難咯，因為當中係包含咗你有戰術啊，你嗰個心理個關口啊嗰啲，所以到你真係贏到先代表你係真係去到嗰個水平咯。所以好多教練同我哋講，有時你打啲高手，你要同佢哋有得打唔難噶，但係你真係要贏到佢嗰下就好難咯。運動員都個艱難，第一個就係你一定要做得好成績，有自己嘅成績出咗嚟，哇！咁咪大家都好中意你啦，要支持你啦，為香港爭取張好成績啊咁樣。好啦，先克服到自己，跟住就去面對就係個社會咯。個社會就係話佢哋開始對你有期望，有期望自然就會嗱，一定有正評，就一定有負評。我覺得真正的心理狀況呢度先出現噶嘛，前嗰橛唔使嘅，哇！我一定要打大佬，我一定要贏，我一定要嗰陣就去比賽，單純啊，件事好單純，我要代表香港，冇錯，係啦，到你代表咗啦，咁你急嗰件事複雜咗咯喎，因為就係唔係淨係你自己，好多人噶喎。我細個上緊位，準備上位嘅時候咧，都有啲師兄啊或者教練有同我分享過，就話其實上位準備等上位
嗰陣其實唔係最難咯，係你去到嗰度，跟住你想維持喺嗰度唔好碌翻落嚟先係最難咯。咁正正就係、可能佢哋嗰陣又冇講到咁仔細啦，冇話你上到去嗰個位置會遇到啲咩，可能佢哋都係比較籠統啲，就係講話可能你喺球場上面就會好多世界各地嘅對手都瞄住你嚟打，即係好似大家瞄住桃田源頭嚟打咁。咁我淨係開頭係感受到嗰個層面嘅啫。咁但係原來除咗球場上面，仲有可能身邊周圍嘅嘢都會俾咗好多唔同嘅影響你咯。咁我覺得球場再加埋身邊嘅嘢夾埋一齊，就係令到你喺嗰個位最難嘅地方咯。就好似真係你上到山頂會有啲高處不勝寒嘅感覺咯。如果一開頭你仲未適應嘅時候，咁今次奧運事件會唔會對你嚟講就係第一次覺得哇，就好凍啊，大佬啊，好凍啊，唔掂啦，即係咁咧。爭啲凍死㗎啦！不過而家已經著翻多幾件羽絨啦，而家係已經回暖咗啦。世界級的運動員喺佢哋不斷都話俾你聽，其實精神健康上面，其實大家都要幫手，要去留意多啲。就算你大阪直美去打網球好啊，西蒙比爾斯嗰啲咧，叫做比爾斯，佢嗰個 gymnastic 嗰個選手，美國嘅，咁佢都有佢自己嗰個精神狀況，即係所謂精神狀況，其實好多時講心理咧。你作為一個都係頂尖運動員噶啦，咁喺呢方面香港配合得幾多嘅人？其實體院係有心理導師俾我哋嘅，咁我同佢都會定期有見面啦。咁但係我自己當佢咧嘅角色就係、是、我唔會當佢係一個心理嘅訓練師咁啦。咁我就其實係我反而比較中意當佢係一個樹窿咯。哦，喂，喺第一個你會面對先啊？我覺得你未去到公眾先啦，我成日覺得記者已經是你日常要照顧到要面對的人。但反正我覺得真係慘，我睇住佢點贏嘅世威嗰場2018美網，咁佢贏咗，所有人都噓佢，因為個個都嚟捧啊世威場，佢淨嚇窒啊！事後佢講翻，出唔出到個球場？佢當時佢好驚，但係冇法子，佢都要應酬住嗰個場面。好啦，世威就真係有風度，世威就叫大家。俾即係唔好再咁樣，要俾掌聲佢。佢事後喺呢件事，佢話開始佢情緒就開始有抑鬱出現咗，啲啲宣傳慢慢出嚟。佢發現佢要去面對記者，即係我要同公眾講嘢咧，佢開始有好大嘅壓力，想問呢樣做嗰啲訪問，啲問題可能好難答，好令你，唉，我都輸波啦，你都仲要問，我都唔知點答你咁。你據聞是腹肌品好好的，係啦，你都知道秒回嘅，咁我都識啲體育記者，咁我就諗下啦，喺呢啲心理情況下面，你似乎幾健康嘅喎，輸贏你都秒回嗰度好嘛，贏我梗係撲到話你聽，哎呀好開心啊，輸都回，咁呢樣嘢你自己點平衡嘅？我就俗啲咁講，我就覺得咧，你身為運動員咧，呢、這個都係你嘅責任嚟嘅。即係唔好話運動員啦，可能我自己就覺得當人哋都係關注你先問你啫，咁都係衰啲講句啦，份量包埋嘅，我覺得即係whole package。當即係其實我作為一個半公眾人物咁啦，跟住仲半啊，香港代表隊都冇得半嘅咯喎。係啦，咁我未去到嗰啲星嘅 level 啊嘛，咁我就覺得。面對公眾的壓力都是運動員的工作的一部分，即除了我們打球之外，我們不可能 expect 自己永遠只是躲在一個球場打球沒人看，除非真的這個世界沒有觀眾的話，就說我們自己打自己的球啫。那我們可能其實觀眾都是一個可以影響賽果的一個因素來的嘛，即譬如我對另一個球手，可能他同時間也被他自己外在的因素影響著，那大家鬥這些東西咯，可能誰可以stand out for 呢啲壓力嘅話，咁就係邊個代表邊個水平更加高咯？我成日覺得啦，今年即係好奇妙，所有嘢都係歷史嘅偶然，會令到一件事產生。譬如你呢個事件先，
你的事件就是因為那個奧運褪了成年，沒有人會估到有一個叫做 COVID-19 啊，跟住就褪，全世界褪了去，褪了去，冇觀眾都要開噶啦，好照打冇問題。跟住就因為一件衫，因為一件衫就令到你，我認為無論如何你講得再輕鬆，我冇嘢嘅，冇嘢嘅，唔會冇嘢嘅，因為你見到噶嘛，那個所謂的真空時間，在我來說你真空了的了，突然間你去了另一個二度空間，你就在那個 bubble 裡面 怎安排自己的情緒，怎樣洩洪又好或者冰封它又好，怎處理的？那一刻其實我真的未遇過這麼大型的事件，真的沒有經驗的，但是那幾天的心理狀況就很難形容，因為呢你一方面你又要為一些事擔心，第一方面呢你又看到那麼多人撐你，即是你 IG followers 突然間暴升，暴升是多少次？十倍啊，十倍啊，是啊，哇，因為你暴升了，那即是變相你就會 feel 到其實大家都那麼支持你，即是不是單純的數字，真是知道原來有溫度感的那件事本身是，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又有其他東西好像少少綁住你一樣，那個心理的情況就我都不知道是對我來說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大家看的東西角度不一樣，他看的東西好個點個切入點是這樣，你又很難怎樣說呢，去說喂解釋都好像沒什麼意思，我覺得在那個 moment 你有沒有想過去解釋的？其實是因為當刻呢老實說我其實呢就真的想著我自己嗰陣冇一個代言嘅品牌嘛，咁你知道我著嗰件衫個牌子就冇人見到嘅，你係其實你係好低調嘅，極低調，係即係符合翻我自己著衫嘅風格啦，好低調。咁同埋因為我咁樣做咧，咁可能就其他嘅品牌就會意識到原來佢而家 available 喎，咁就會過嚟 approach 我啦，係咁係咯，咁就係咁啦件事，跟住。到之後發生了之後嗰啲嘢咧，到我打第二場波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應該 handle 到嘅，我諗住自己嘅心理。咁但係到真係到落後緊啦，逆境波嘅時候咧，就真係少少泄氣咗咯，竟然。咁同埋嗰一刻係有少少怪自己嘅，因為覺得咧，因為我啱啱話。運動員面對壓力是份糧包的嘛，跟住咁譬如好像我偶像 C 朗啊，其他一些很出名的運動員，你一定面對更加多的更加大的壓力啦，更加全世界的目光擺在你度，咁佢哋仍然可以面對呢些之餘在場上面佢入到波交到貨，咁點解我自己做不到呢？我就好想做到好像佢哋咁可以真係球場嘅就 focus 翻喺球場，但我 end up 嗰一次就做不到啊。真的很不開心，我覺得很難接受的，因為自己都辛辛苦苦準備了五年的奧運這樣去完了，都不是自己預期的成績，所以那一刻打完之後呢就連教練都未找，我就衝進去更衣室那裡打算自己就病在一邊靜一下，就又反省一下，但其實那陣已經很不開心的，不過呢在我自己反省坐在一邊的時候呢，我是哭不出的，是即自己真的很失落地坐在那裡反思的啫，但直至呢到我打給我女朋友講想跟她訴苦啦，跟住又講回我自己奧運之前的一段時間都承受的一些壓力的時候呢，就真的忍不住就哭了出來了。那一刻呢就好像把我那段時間幾個月以來的一些不開心的事全部講出來，就即那裡悶氣的屈住那些事全部講出來就舒服很多。哇，那一刻你女朋友做了你的樹洞是啊其實那時我和我女朋友不是因為可能已經拍拖的時間不短了，其實都不需要說
時時刻刻都 keep 住揾住大家傾住偈咁，但係佢知道我唔開心嘅時候，佢就即刻會出嚟就聽我講啦。同埋嗰次都係同我講咗成幾個鐘電話，佢都喺街度同我講，因為佢知道我一路講緊唔想斷咗或者唔想停低啦，佢就一路唔翻屋企住，就喺街度同我講完，佢先至翻屋企啦。嗰個電話講咗幾個鐘㗎？係啊。哇哦，哇哦！我而家先知道你承受几大压力啊！嗱，要用一个运动员嘅年纪咧，你今届咧就系一个最 top fit 嘅，即系个年经验又够，你又仲系相当喺嗰个年纪，因为今年27啊嘛，我如果冇计错数，好啦，下一届30岁仲打得嘅，我认为你都应该做得到嘅，你亦都可以去比赛。但我成日都話啲嘢唔係你計，你個 agenda 同個上天俾你嘅 agenda 可以唔一樣。我提醒你啊，呢個世界年青人你太年輕。我嚟你中意睇足球，我講一個故仔你聽。2002年咁啊世界盃啦，咁世界盃嗰當年就喺日本、韓國主辦。好啦，咁西班牙就公布咗呢個大嗰啲正選球員，好啦，成隊人已經去咗日本噶咯。好啦，忽然間佢個首席龍門啊！不是卡斯达斯啊，卡斯达斯是那届 ，OK， 啱啦，你识卡斯达斯就最好啦。呢个正选龙门，佢咧就因为剃须嗰啲 after shape 嗰啲嘢咧，佢啲嘢跌落地就揼咗佢只脚，揼咗佢只脚，佢只脚掌伤咗，佢唔去唔到比赛，即系唔可以比赛，因为受咗伤啊只脚。于是乎卡斯达斯就坐正嗰个位，跟住卡斯达斯从此做咗超过10年。嗯，即係呢個西班牙嘅正選龍門，嗱，依個就係一個偶然嘅一個意外，好細嘅意外。呢、這個人就係嗰一屆就係正選龍門嘅，本來佢冇咗嗰個位咧，跟住佢連嗰場嗰次嘅比賽佢都冇啊，跟住已經係卡斯納斯坐到正一正，實一實，佢都冇得再嚟攝啦。嗱，命運嘅偶然有時都啊，真係好。即係點咧？你嬲佢定嬲你？我俾你㗎啦！你做乜咁？你個 after shape 做乜跌落俾你？佢就揼咗落佢只腳嗰度。咁我就覺得好多嘢唔係我哋可以計算。咁喺你個人生入邊，仲有啲乜嘢你覺得計得到嘅？我可以做得到嘅咁樣。我覺得真係冇喎呢樣嘢。係啊，喺而家呢一刻你諗到之後，幾天花龍鳳都好，但係真係有啲嘢唔到你控制㗎嘛？你可能個天係唔俾你就唔俾你啦嘛，有啲嘢我覺得，我好細個嘅時候都有教練同我講過咧，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所有嘢你都控制唔到，唯一控制到嘅就係你自己嘅啫。咁所以我又覺得好有道理嘅呢句説話，所以我就本住呢一個宗旨，咁就每一日訓練我都係控制到自己啊嘛，咁我就勤力啲去練咯。總之你覺得自己盡了力去練，咁將來得唔得你都真係唔係你控制得到嘅。咁你要小心支梳喉水咯。我用開電梳跑嘅。梳喉水要我要發力啊！中！激死！笑一笑。唉。Yes。唉。我係冇氣，我已經。中。Oh my God！开波都开唔到，你点打？唉！等，准备好先，等我谂下点打先呢份。我要追翻嚟，我要追翻嚟，11再嚟个。咦！哇！耶！啊！啊！好，第二局系加朗胜。所以兩個是打和的 OK， 在你手上拿到一局是我人生成就最大解鎖。你真的殺球真的很厲害。
運動員的硬正就是一定要他自己通過自己的難關去學習，學習到他跨越到。啲人頭先你都聽佢講，佢真係喊咗出嚟之後，我覺得佢成件事放低咗。咁我覺得佢嘅懊惱、佢嘅怨憤、佢嘅失望，隨住佢嘅淚水已經走咗。咁我就覺得佢未企翻喺度，就再重新去。佢都話：我都係要向前行，我都係要向未來去走落去。有時可能都要顧及自己嘅形象啊、面子咁，但係我覺得當人在不開心的時候有適當的抒發，這些是很正常的，所以經過這樣說出來之後，我就覺得其實我都是做回自己一個很真的一面而已。